供养他，也不是，是贿赂。他收到这个钱呢、因为现在啊比较聪明，都是用茶叶罐包起来的，都是用台中太阳饼装起来的啊。所以有人送我太阳饼，我都打开看看是不是现金，要看看啊。这个当官的当得不小，哎，那个团体也分得一点，他拿了那一些钱呢、也不少钱，拿回去以后坐立难安啊。他太太呀、有一点佛学的底子，就说：“哎，老公啊，你这个半夜这样走来走去呀、是怎么样？要叫曹植啊七步诗吗？曹丕呀、逼这个曹植啊，煮豆燃豆萁呀、豆在釜中泣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干嘛半夜不睡觉呢？”他说：“这个老婆啊，这个钱呐、来路不怎么好，我心不安呢、就说：“那你去问问慧律法师啊，看看要念什么佛啊。”我、就来了，找个时间呢、也来找慧律法师，就是我就是慧律法师呢。来了说：“哎，请坐啊，你有什么问题吗？”他说：“在这里讲不方便，因为旁边有人。”把师傅啊拉到旁边去，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呀、他说：“哎呀，我呀收到这些钱啊，我心一直很不安，请问慧律法师，你要念什么佛可以消灾解难呢？”他说：“我念药师佛能消灾解难吗？”我说：“不行。”“那念观世音菩萨能消灾吗？”我说：“不行。”“那念什么佛呢？”我说：“什么佛都没有用了、那要怎么样可以消灾解难呢？”我说：“你立那个钱呢、立刻送回去，看你从哪来就从哪里去，不来也不去。”这哎呀，我这个团体也不一样，我不拿这些钱了、工作不保啊，要一定要拿这些钱呢、我说：“你一定要交回去。”“哎，你一定要交回去。”我说：“你工作不保，那你可以申诉啊，对不对？你可以申诉啊。”“哎呀，这个，哎，师傅，这个团体很复杂了。”我说：“呀，你不送回去呀、念什么佛都没用啊，佛叫你无贪啊，无嗔无痴啊，无贪呢、比念什么佛都会消灾呀、不是你的东西，得到它会有灾难的。”他考虑一下，有道理，回去把那个那一包钱啊送回去了。他跟那个领导讲：“我不要，我不要，送回去了。”哎，经过了半年出事了，抓起来，归瓜拉巴掌。只有他没有被抓去关，我救了他。哎，我救了他。在座诸位啊，佛法是心法，你刚刚讲来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啊，药师佛，那么药师如来，念阿弥陀佛，对不对？你的行为举止有没有配合佛陀的教育，配合佛陀的心法和般若智慧呢？所以我们要了解正的涅槃妙心，就得到万法如意，拥有摩诃般若，即得大吉祥。刚刚我们说我们要闻法，而且要闻最上圣见性大法，若得见性即得菩提，若得大菩提就是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真正的道场。所以真正的道场在你那一颗摩诃般若的心。我告诉你，如果
如果你没有回归当下，你现在没开悟，我告诉你，你不管走到美国去，你也没办法解脱。所以比丘，比丘尼或者在家居士常常在讲，我在找道场，我在找道场。没错，向上有向上的一定的水平的道场，但是真正的道场是我们的摩诃般若这颗心。当你回归当下，悟了不生不灭的涅槃妙性，这个就是你的道场。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道场都会败坏，成自生灭，自性不动，这是真正的大菩提，真正的真道场。所以说，若大悟见性，即得大菩提，契入证入诸佛的涅槃妙心，即得摩诃般若，即入诸法大极灭不二法门。所以啊，古德讲了很重要的两句话，在这里啊，提出来跟大家互相勉励。啊，古德说，听闻佛法，要以演说最上圣第一究竟无相无住无上菩提为一指示，物观身份，物观种性。再讲一遍，这是古大德讲的话，就是我们要听经，要闻法，要以演说最上圣究竟第一地无相无念无住的无上菩提为一指示，唯一只是物观身份。你不要管他啊，他的身份是什么啊？比如说啊，这个人学历不高，大悟见性就行啊，这是六祖啊，也没念到博士啊，今天的广钦老和尚也没念到博士啊。物观身份，物观种性啊。印度啊，大家都知道分成四个种性，印度到现在还不容易打破了，还不容易打破。不过现在了不起了，印度出了一个平民的总理呀，了不起了啊！所以这句话啊，对我们修学佛道是很重要的一个啊指标，一个归念。古德说，听闻佛法要以演说最上圣第一究竟无念无住无相无上菩提为一指示，物观身份，物观种性。接下来正法眼藏道言禅师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传授佛法，听闻佛法，必须以证悟得道的人为真正的一指师父，不可以一指只认识字而不得道的人为师，否则就是一盲引众盲。佛法不是文字的，佛法不是学问，佛法是真枪实弹的实证的东西，它是正量唯心限量的境界。再讲一遍，正法眼藏道言禅师说了这么一句话，传授佛法，听闻佛法，必须以证悟得道的人为真正的义指师父。比如说我们义指佛陀的正法，哎，就义指对了啊，古来大悟见性的，哎，我们一直他的法就对了。所以很多人呢、啊，写的这个 email，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呢，都写信来啊，是某某某某人呐、啊，啊，这个某某个在家居士的法人看吧，或者是怎么样子哪一个人啊，书怎么能看吧？我都跟他讲同样一句话，我说佛陀所讲的正法都看不完了、啊，那个有修。有证的人圣人书都看不完呐、啊，你对这个人讲的法怀疑，那么应当停止了、哎、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很有限嘛，很有限嘛。意思就是说，你要看光盘也好，要看书也好，要看那个有修有证的圣人的缘嘛。所以佛陀要讲嘛，依法不依人嘛，依法不依人，是不是啊？要不然就是一盲引众盲咯，要不然你叫那个大学教授来讲佛法，你试试看，
这个不是语言文字的东西呀、啊，对不对？所以我有一天呢，到这个师范大学去上课的时候，这个很久以前了，在台北师大师范大学上课，底下有教授，大学的教授 ，professor 教授，他听完了以后，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啊，我跟他讲，宗教是理智的延续啊，不是感情作用啊，学问诚可贵啊，佛法价更高。慢慢讲，在师大讲了两三个小时，客观的分析，底下的教授，两个教授走过来，他说佩服，这三十几岁而已，我们这个六十几都没有办法体悟这么深，为什么这个囡仔有法度讲这个话？讲我囡仔呢？这个教授就开始认定佛法不可思议，这佛法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啊！所以诸佛庙里也无关于文字啊，诸佛庙里也无关于邪理了啊，智慧跟愚痴都是在你的心。以下讲两个故事，两个寓言，两个寓言，寓言就是故事里面有种有启示、启发、含义，看你体会得出来，体会不出来。先讲第一个故事，因为为什么讲故事呢？因为这个故事这个寓言呢、上中下的根基都很喜欢听，回去还会讲给别人听啊。有一个仁慈的长者他来到一个旷野，发现了两群呢、猴子，这猴子都有猴王啊，一只猴王领的一群猴子，一个是智慧的猴子，这个猴王比较有智慧啊。那么另外一群猴子，那个猴王啊，固执又愚痴，没智慧。这个仁慈的长者就告诉啊，说来，两群猴子通通集合。他说：“我告诉你啊，后面呢、有那个猎人哦，快杀到这个地方来了，你们赶快渡河过去，那边有青草吃，有水果吃，有丰盛的你们要的食物，赶快渡过河，那边比这边更好，彼岸比此岸更好。”哎呀，那个聪明的猴子这一群听到这个仁慈的长者不会说谎，二话不说，带着这群猴子涉水渡河，就到那边。哇，发现这个仁慈的长者说的完全是事实，这边的水啊清甜，这边的草，这边的食物水果真的充裕，哎，这个猴群都得到很大的快乐。另外一群猴群呢，就比较笨了，愚痴，而且很固执。那个仁慈的长者就说：“你要赶快渡河啊！你要赶快渡河。”那个笨的猴子啊，愚痴的猴子就说：“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嘞，不错嘞，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睡，还有水喝嘞。”为什么要渡河？他说：“赶快跑啊！那个猎人要到了。”哎，这个固执又愚痴的猴王不听，他说：“你唬人的呀！”结果不久，这个猎人就到了，所有的这个猴子全部抓起来，手脚通通砍掉，对不对？吃了肉，喝了血，再来呀、抬一个的空搞嘎。还制成中药，
这群猴子啊，全部死亡，被砍得支离破碎。啊，在讲这个预言，这个仁慈的长者比喻作佛。哎，佛留下来的法，看看你跟对人还是跟错人。要跟到那只聪明的猴子，就渡河。渡河就是渡生死河、烦恼河、种子习气河，通通种子习气都断尽，然后渡过这个烦恼的生死河，到达彼岸的清凉。清凉地就是涅槃岸。这群猴子，这个猴王跑得快，跑得快。这个愚痴的猴子表示现在的众生呢、啊，末法后来的众生呢、啊，啊，怎么样？安住于现在的生活，我现在的生活就生活得好好的、啊，我有的吃，有的住啊，什么什么了生死、六道轮回，还什么涅槃彼岸，谁看到啊？那个都是佛啊，方便的、唬人的、骗人的。结果啊，在这诸位，无常很快就到了。所以啊，这个德国的博士啊，德国的两个博士啊，啊，这个德国人啊，来拜访师父呢，啊，拜访师父、啊。我说你们基督教信多久啊？他说信了很久了。啊，我说那上帝怎么来呢？我没有毁谤的意思，也没有批评，大家客观理性的讨论，上帝怎么来呢？他讲不出所以然。我说到底是上帝创造人类，还是人类创造上帝呢？学学佛法要有智慧啊，要跟着智慧这只猴子走了。啊，碰到外道的，哎，还是念到 lawyer 法律博士啊。来，我上惊迄唔读册，我唔惊你读偌济册。来，有个人愈读愈册啊。我就问他，你们怎么解读上帝？上帝从何来？他说：“这个啊，就是基督教、天主教自古以来最困难回答的问题。他是绝对的权威，绝对的存在，人是被创造的，不能过问。”我说，我就跟他讲，上帝创造人类，用人类的能力却没有办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再讲一遍，人类创造的人，上帝创造了人类，啊，用人类的能力却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我请问你，到底是上帝创造人类，还是人类创造上帝呢？他回答不出来，他回答不出来。哎呀，这个讲起来很多很多很多，啊，因为时间关系了，我就举这个例子。后来跟他谈谈谈谈了，哎，那个德国的博士突然讲：“我要皈依，虾米？”我在讲皈依、啊。一个信基督教信了十几年，一个信天主教信了二十几年。跟师父讲了两个小时，他说我要皈依。哎，你看这个佛法有多伟大，我这个责任就交给你们了。哎，回去好好的度众生啊。接下来就讲第二个故事。哎，这个故事啊特别有味道。我今天啊这个第二个预言说，有这个大富啊，啊，长者要远行啊，要离开很久了。他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啊，就叫猴子里面，哎、，attention together 啊，大家齐聚一堂啊，注意一下啊，哎，这个猴子呢，啊，就大家集合一下。他说，我要离开很久。我们这个后花园呢，有很多的树木，有大树木，有小的树木，有大树木，也有小的树木。千万啊，我离开以后啊，记得要浇水，记得要浇水。那个根啊，大富长者
特别交代说那个根一定要浇水，不浇水会死掉啊。哇，这个大副长者就背着背包装着行李就远行了，就离开了。这群猴子呢，这鱼刺的猴子呢，找不到根啊，我们的主人啊叫我们大的树根要浇多的水，那么小的树根要浇少的水，可是我找不到根啊，因为看不到啊，因为根埋在土里面啊，那个根啊，树木根埋在土里面，然后这群鱼刺的猴子就完全遵照大副长者交代的，说根要浇水，因此就把大的树木、小的树木连根拔起，通通拔掉。哎，拔起来的时候，这群鱼刺的猴子就说了：“哦，终于看到根了，看到了，看到了，在这里，在这里，赶快，这根比较小，浇少一点的水；而这一根呢比较大，这个树木的根，哎。”多浇一点水。哎，这群猴子啊洋洋得意，你看主人交代的工作我们全部做了，全部做了。这个主人啊远行以后，经过了一段长时间回来一看，整片花园大树也死，小树木也是通通死掉，没有一棵活的，因为连根拔起嘛。这个含义是什么呢？大副长者比喻作佛，大副长者远行比喻作佛入涅槃后，这群笨猴子呢就是说体悟不出佛的真实意，抓那么一点边，听了一点点话，然后用自己的意识解读大副长者的意思，他叫他要浇这个树根，因为眼睛看不到树木的根，就拔起来。这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末法的众生呢，邪说横流，每一个人都说我如法如律，我如佛所说，佛的究竟地地最上，无念无住无相，不生不灭的涅槃，体会不出来；诸法空无自性，体会不出来。因此，就走在佛教的边缘，搞了一些像的东西，然后对别人讲：“我是如法如律，如佛所说。”结果，佛的正见开启不出来。所以用自己的知见坏了无量无边的菩提种，坏了无量无边的菩提根，坏了无量无边众生的菩提树，坏了无量无边的菩提枝，坏了无量无边众生的菩提枝菩提叶，更遑论菩提果，连菩提种菩提根都坏掉，如何有菩提的果报呢？现在啊，邪说横流，个人讲个人的，各居一方，每一个人都说我是如法如律如佛所说，我所说的法，佛所讲的就是跟我一模一样，很有自信的这样直下承担，很好，精神可贵，但是果真如此否？啊，有一个修行求内观的，啊，他就说。问了我一句话，他说：“请问，敢问慧律法师，啊，破了没有能所，到达没有能所，是不是成佛？”我说：“不是。能所是六根对六尘呢，那个是相生相住相灭而已哦。”那慧律法师要是怎么样成佛？你讲的是破我执，后面还有一个法执嘞，法执还有一个空执嘞。那很难，我说没错啊，对不对？
没有能说，只是六根六尘，谢即是菩提，只是停止分别跟执着。可是没有能说的现前当下，没有我执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成佛？没有。在楞伽经里面讲，还有一个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相生相住相灭，还有一个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留住就是种子跟习气，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开悟见性，不是见到第八意识，既称为是就是生灭了。如果说大悟见性是见到第八意识，那还转世成智做什么呢？眼耳鼻舌身意莫那是阿赖也是第八是色，是则生灭也，性则不生不灭也。所以啊，在色大圣论里面讲，第八意识是毒药，不是甘露啊！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第八意识是维系生命的东西，竟然把它当作是本心。任何一个有深度体悟圣道的人都很清楚的，还一直争论不休。如果说第八意识是本心，还转第八意识为大圆镜，才转什么事成什么智嘞？这个很简单。所以现在啊，问题难的难在这个地方。我讲这个，今天讲这个几句话，它有相当的深度。对于初学佛法，如果每天我们啊做一天法会，你对这个今天讲的你完全体会不出来我在讲什么。我不是说做法会不好，我在告诉你佛法很深很难，很不容易体证，很不容易体悟，你也很容易被误会跟误导跟误导。所以刚刚讲的为什么在唤醒你的记忆，听闻佛法要以演说最上圣第一地究竟无念无住无相无上菩提为一指示，这个就是问题在这个地方。物观身份，物观种性。正法眼正道言禅师再恢复一下记忆，传授佛法天文佛法必须证悟得道的人为真正的师父，不可以只有认识字而不得道的人为师，否则就是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刚刚我们也讲了两个故事，讲了故事底下讲一个啊，所有的人尤其在佛教所发生的，用两句很有学问，两三句很有学问的人啊，就把它衬托一下啊。所谓学问是说文字上你容易体悟的，刚刚讲到啊，现行种子为识和种子跟习气，这个没有研究啊，色大色论成为色论很难去了解，因为我们这个时间这么短又困难。但是我底下讲这三句话你一定听得懂，装睡的人叫不醒，愚痴的人劝不听，装懂的人学不会。解释一下，装睡的人叫不醒，意思就是那个人啊，如果真的在睡觉啊，啊摇一摇醒过来啊，灰魂哦，六点外还在睡啊，回魂了、哦，哎，醒过来、啊，他是真的在睡觉，他是真的在睡觉。那、啊、装睡的人叫不醒，啊，我都今夜困，你别叫我，今我都唔听，你别到我办法。哎，装睡的人叫不醒，啊，我都讲，啊，你有啊，阿朱啊，你怎么叫他也怎么叫也不行啊，啊，我都今夜困，你别叫我醒呢。装睡的人叫不醒。愚痴的人劝不听，我告诉你啊，佛法呀是度有缘的人，并不是说啊，这个佛法不是说每一个众生呢、啊，哦，都很好度的人，很难的。度一个众生、两个众生了、啊，就累得半死了，很难的。
愚痴的人呢、啊、你怎么劝劝不听，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智慧，生生世世投胎边地下贱魅力区恶之间的地方，所生的都是外道种性，外道的知见，生生世世从来没有拥护过正法，生生世世投胎成愚痴的人，你怎么劝他也不会听啊！装睡的人叫不醒，愚痴的人劝不听。还有 一点，第三句就是现在人的毛病，装懂的人、啊、学不会。那个佛法不怕你大彻大悟，也不怕你大愚痴，这 两种人 都有救，都有救。大彻大悟已经解脱，你有大愚痴怎么样？如果你善根深厚，大愚痴还有救，回光返照。但是有的那个福报不够，又愚痴就救不了了。佛教现在有一种啊，叫做装懂的人学不会。装懂就是半趟的人，那个佛法不一半的。你说那个他懂佛法吗？他能滔滔不绝的讲一些，你要讲到最究竟的哑口无言，可是对这个初学佛法滔滔不绝雄辩天下，可是碰到大悟的圣人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啊！你说他不懂嘛，懂一点，你说他全不懂嘛，说不出究竟意所以然，然后啊，久而久之 已经变成大家的老师了。这个老师呢，没有大悟，没有见性，现在的不懂已经巩固变成地位了，自己是称是什么什么祖师再来的，自己是第几代的，他现在一讲底下就昏了，底下的人就昏了，大家都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夸大其词，自我膨胀，也没办法求证的。他知道你经教不比他通啊，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求证他是唬人的啊，碰到我们这个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了，书一看就知道，从头到尾都没有佛的德性啊，写的滔滔是啊，是理引经据典，但是从他的语言里面都有否定别人呢、啊，从语言文字里面就看到有落差，他是经不起人家的否定，很清楚的就知道佛是没有能所，还有维系的生命都断尽了，可是从那个书看的就很清楚，那个是维系生命连基本上都没有触碰到的东西，因此他很容易欺骗这些初学佛法的啊，装的越圣人你越容易供养，然后一讲起来没有一个比我行，没有一个比我厉害，好像教界没有高人。在座诸位，我把你们都当作是大善之士哦，我今天来是向你们学习的哦，对不对？我告诉你哦，佛教界哦，真的哦，佛教界是卧虎藏龙的哦，不是卧蛇藏猫哦，你们都是卧虎藏龙哦，没有显现而已哦。所以我今天呢，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来向各位大善之士学习。在座诸位啊，你们值得我效法，值得我赞叹。如果说你觉得慧律法师也有那么一点点优点，那么就来一点掌声，哎，给我有一点信心嘛，哈，是不是？再大声一点啊！真好，安尼咱同行的啦，哎，咱是同组的啦，哎，同款合作去做的啦。接下来，我们的五蕴身呢，肉体只是灵魂的临时工具啊，不要太执着它，不要太执着它。啊，这个五蕴身呢，我们这个肉体啊，诸位，我今天呢不讲第八意识或者阿赖耶识，啊，或者清净无垢识，讲这个啊比较专有的名词，我们今天用灵魂
啊，那是很方便说了啊，大家都内行的人了、啊。我们这个五蕴呢、啊，色身呢、啊，色受想识识，色受想行识所构成的这个肉体，只是灵魂的临时工具。诸位，我们的永恒的故乡，在不生不灭的清净法性、如来藏性，那是我们永恒的故乡。所以，我们今生今世，这个肉体是修行的工具，但是也是造业的工具。不明了佛法的人呢、啊，不明了佛法的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个不造业的。为什么没有一个不造业？《地藏经》讲嘛，起心动念无非是业嘛，无非是罪嘛。哪一个行善的人，他没有这个妄念呢？所以行善跟佛道是两码事的，也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啊。懂得行善不一定懂得修行啊，但是懂得修行的人知道要行善呢、啊，开摩诃般若智慧为一切的重要。所以我们这个无蕴身，你一定要看破它，它是只工具而已，是临时的工具。所以我们这辈子来到这个世间，要善用这个工具。诸位，所有的出家人都知道生死重要，他这辈子就是善用这个肉体的工具。所以为什么我本身是出家人，我见到的法师比丘比丘尼乃至于现沙弥沙弥尼，我都合掌赞叹他。广钦老和尚讲，现身相就是现佛像，要尊敬他。那么我们这个肉体只是灵魂的临时工具，不要太执着它。成唯识论讲了一句非常贴切的话，这句话很是重要。他说，不着于无蕴身的人，则不落入生死的种子。换句话说，这个无蕴身是造业落入生死种子的工具。意思就是说，成唯识论讲的，你一定要放下色受想行识。这个色指缘起的万法的假象，受苦乐忧喜舍，想第六是妄想啊，行一切的生灭造作就是行印呢、啊，识呢就是维系的啊，第八意思，这色受想行识通通要放下。再讲一遍，不遭遇一书果报的人，则不落入生死种子。所谓一书果报，这讲起来又更深，一时而熟，一类而熟，变异而熟，这个没研究过唯识的也很不容易理解啊。我们今天尽量讲大家听得懂的啊名词。所以成唯识论告诉我们，不遭遇无蕴身，不遭遇一书果报的人，就不会落入生死的种子。意思就是说，再讲贴切一点，这个色身无论遭受到多大的痛苦，都不能贪着世间任何的金钱礼色。这个世间无论到遭受到多大的委屈，都不可以动一个念头，因为动一个恶念嗔念，就落入生死的种子。再来听经闻法，时时刻刻提起正念，以免落入一次，讲生死慢慢慢慢就会放下来。在座诸位，如果你今天呢活得很累，活得很痛苦，底下我讲这一句，你背起来，出家也好啊，在家也好，这句一定让你受用终身。把最困难的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交给时间，抓不住的东西记得要放下，才会快乐，才会解脱。再讲一遍
啊，把最困难的问题、最难解决的问题就交给时间。也许在座诸位法师，你今天呢，也许碰到很大的痛苦，出家人也有痛苦啊，包括土地跟人家有纠纷，人家要告，跟吸毒发生摩擦，人家啊要欺负你，或者是出家人呢、钱被骗了几千万，有被骗的、你又很辛苦。我也有辛苦的地方啊。所以有一天呢，我看到那个报纸啊，说有一个要卖50几甲地的，开价将近10亿，啊，那内心很震撼哦。哎呀，这个40甲地，来办大专佛学讲座，来斋僧大会，来办佛学院，哎呀，来教育无量无边的众生，这多好！再看价格，10亿，哦。然后我就提起这一句，勉励自己：抓不住的东西，你就一定要放下。我要去都变十亿，变个四嘛，无法度，没办法，拼不来啊，没办法。但是我也没有烦恼，哎，小小的讲堂也有好整理嘛的地方，小有小的好处，小而巧，小而好，小的刚刚好，啊。因为道场世经啊，无安慰自己，安尼真艰苦啊，无法度啊，对不对？啊、哦，我把那个钱通通布施了，去哪里去拿10亿啊？要不贷款？那这10亿一个月贷款多少利息啊？啊，但是我很看得开，啊，我很看得开啊。这句再念一遍，把最困难的问题就交给时间。抓不住的东西，你一定要记得放下，你才会快乐的起来。啊，接下来，证入绝对的空相与绝对的真理的圣人，容得下时空的变迁。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证入绝对的空相，一个颗粒微尘空无自性，一朵花空无自性，一颗柱子。空无自性，一座山空无自性，一颗星球空无自性，太阳系空无自性，银河系空无自性，超星金系空无自性，整个宇宙空无自性。所以大悟见性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何以故？这诸法都空无自性嘛，没有实体可得嘛，那执着什么呢？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好，证入绝对的空相空性的人，证入绝对的真理的圣人，容得下时空的变迁。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世间变来变去的，道场一下子大一下子小啊，人有时候碰到好人，有时候碰到叛逆的人啊，有的碰到正常的，有时候碰到神经病的啊，有的碰到啊忤逆十恶的重罪的人，有时候又碰到大菩提心的人，你一定会碰到。记得保持如如不动。为什么？因为这个无关于本性，离一切相即名诸佛，离一切相即名诸佛，相生相住相灭，放下，留住生留住住留住灭，就是唯心的种子习气，放下。我啊，在广清老和尚啊，看到那一段，这一段，我的体悟是最深的。所以我这辈子近代来讲，我非常非常赞叹广清老和尚，非常赞叹啊，非常的敬佩广清老和尚，那是真枪实弹的圣人，不是说的。有一次有一个法师有名的法师呢，就问广清老和尚。说我这个道场建起来，请问老和尚，我要怎么做利益众生的事儿？广清老和尚就跟他回答：“哎呀，这一句让我很震撼。他说，啊，盖好了也是这样子，
还没盖好也是这样子啊，还没有盖还是这样子，钱不完成还是这样子，这什么意思啊？我那时候还没大悟见性，看到这句不晓得他在回答什么。后来33岁看六祖堂坛经的时候，32岁33岁看阅读那个六祖坛经，恍然大悟。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盖那个那么大的道场，你总有所期盼。广进老和尚的意思就是说，盖好完成了那么庄严，本性也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你现在啊，道场盖到一半，对不对？本性还是不增，还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啊。将来让你盖好了度无量众生，我们的信心也是不增不减呢、啊。哦，圣人，我才深深的体会老和尚了不起。原来诸法本不生，诸法本来就不灭，万法只是缘起，只是如幻，你如何用意识心去分析呢？用意识心去分析，去执着道场的有无大小都是妄想啊。所以佛说法，楞严经讲，佛说法不落入有见，不落入无见啊。如果说万法是有的，佛即落入常见外道，诸法有可是体性本空。如果说诸法是无，即称断灭。如果诸法是无，那世尊无量义劫来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为什么具足？如果说诸法是无，即成断灭，如来不作如是说，如来说法不落入两边，何以故？两边具有过故。这《楞严经》讲得这么清楚。佛说万法如果是有，体性本空，诸法如幻，这不是真实的有，是如幻的有，不是真正的有。而如果真正的有，这就永远存在呢？这个世界上哪一种东西可以永远存在的？包括你这个无影身呢、啊，包括你这个地坛呢、啊，包括这个花、啊，包括一棵树、一座山、一个星球，这个世界上哪一种东西是真正的有呢？没有真正的有，所以体虚如幻。不是真正的有，六祖讲嘛，万法无有真嘛，理假一切真嘛。这个世间的真相是什么？万法都是假象，这个就是世间的真相。接下来，佛说完不落入无。如果说说法没有，在这诸位，那你今天在听经闻法做什么呢？什么叫种善根呢？什么叫做修福德？佛法不会把说万法无。万法无即成断灭啊，那万法无，我为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讲啊？听经闻法，入于佛道，要数世的善根，要数世的善根呢、啊，修百千万亿劫啊，才能得闻正法。佛为什么这样讲？正因为无量劫来所修不空，不是断灭，所以我们具足善根、福德、因缘，所以我们今天。皆系前缘，才有这样子的善根福德来听闻正法。所以佛说诸佛说法不落入两边，不落入两边啊，不落入两边。好，接下来有时候一个人一辈子的成功得下一次疯狂的赌注才能成功。这个疯狂，此疯狂非彼疯狂。再讲一遍，有时候一个人一辈子的成功要下一次疯狂的赌注，为什么呢？人的生命啊，